真的，是的，一巡二巡都是这样的。我们领导在那儿呢，可以要票。真的吗？我们没有，但是他。好的。为我们新浪的，对吧？同事们。后面不是领导在那儿吗？领导。是现在领导。哦。刚会了。刚扫楼，然后。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你们的这个扮演方的这个剧，谢谢，然后四千，哎呀，可以吗？那帮会呗，不是这个咱这样吧，咱买卖嘛，咱是不是得一手交货一手换货啊？我也得需要他的那个什么呀签名，没问题，帮我可以吗？我来搞定，那你回头给我发，您先帮他签，行，哎，然后我再给你。看了刚才那场直播的都知道，非常荣幸。张慧文在线要这个，哪个是我们直播的？在那个会玩，谢谢。我过几天我就开始这个《火焰蓝》，我好好追剧追下去，因为我也唱了里边的歌曲。哦，是吗？这个笔，这个还有笔吗？好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挺好。就是虽然那个他可能唱歌不太好，但想跟他说，可能将来演戏的时候，演戏上有合作。哎呀，那太荣幸了。来一个兔会文吧，写个兔会文吧。好，谢谢。好，也对着镜头跟慧文也喊话一下吧，说这个兔签安排。你那个什么啊，兔签，我赶紧给我那个什么安排，我一会儿给你地址。发给我，好，包我们身上了。好，谢谢。哪个是我们直播的？在哪？会玩，谢谢。我过几天我就开始这个《火焰蓝》，我好好追下去，因为我也唱了里边的歌曲。哦，是吗？这个笔好像不太行。还有笔吗？好，谢谢。那就好，就挺好。就是虽然那个他可能唱歌不太好，但想跟他说，可能将来演戏的时候可以。哎呀，那太荣幸了。来一个兔会文吧，写个兔会文吧。好，谢谢。好，也对着镜头跟会文也喊话一下吧，说这个兔签安排。你那个什么啊，兔签我。这边是我们商业组的老师们，也可以给老师，好，来嘛，对，我们老师们都发一发，谢谢各位老师，请坐，客气，这个就最后一本，这边，发起来，好的，大家记住了吗？我们的 report 记得在微博上，好，预备，我拿手机，好，预备，八日，请各位。请发布，请各位文坛巨匠们，大家多多关注原著原著原著。7月15我感觉大家都非常多来搞。新浪娱乐全体员工，先认识啊，是吗？对的，饿了。这是我们，这是我们新浪的那个什么，新浪音乐的是吧？这块是，这是来是吧？微博音乐，微博音乐。不好意思啊，对啊，我嗨，博哥也跟着挺熬，挺能熬的。我主要是换鞋，你是藏獒，藏獒，他想变成藏獒，所以他挺能熬的。我感觉大家都非常努力，大家都喜欢加班，因为我们这个我们要去剧场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，是，没事，那走吧。那我们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小问题，就是。为我们这部剧自己代言嘛，那就是说每个人推荐一首剧，自己最喜欢的歌。大家记下来了吗？记得要去剧场关注这首歌。好的，那我们这个环节就结束了。哎、我们往前走，好吗？继续前行，继续前行。哇，小甜甜特别可爱，哇！哎，我怎么熟了？哦，有点。来，我们是吗？
走人，走人，辛苦啊，好，辛苦了。只要足够努力，足够努力，知道吗？好的，来，咱俩同步一遍啊，来，摆气，足够努力。再来一遍，总有一天，你大爷的。只要对的一步都不退，别留遗憾，拼命向前追，想的要的去争夺，去争夺，对不对？光阴匆匆，我不要反悔，堂堂男儿站在天地间，别怕别哭，我们什么都不缺，拥有着天和地，有我的好兄弟，有我自己不灭不息热腾的心，拥有着天和地，有我的好兄弟，就是拥有人海之中最好兄弟。哇，停停，定住，别动，你怎么不拿东西呢？啊，亮亮亮，把人家送出去的拿也不合适，就是也不好意思啊，对，不好意思，是不是？有些话呀，我得当面跟你们说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叔是过来人，叔可是过来人。当时难免会想的，但想也未必，想也不难啊。追是你们擅长的，但摔倒的时候是真疼啊，所以不要。嘲笑我，蜷缩在老鼠窝，也要拥抱我的梦。我的梦在心中，谁也带不走。不是谁都懂，海阔于天空，我一生不甘平庸。远方。
过瘾啊！到点了，对对对，在这个位置我们开启我们下一个任务。哦，好，好的。缓一缓，缓一缓，我们的同事们太热情了。对对对，好的，我们在这里开启我们下一个任务，来我们的大川老师，好吗？来，等一下啊。好的。哎呀，好激动啊！他有帕金森，反了。演唱音乐剧《在远方》插曲主题曲。哇，迎来了我们最期待的片段了。对对，最期待任务。准备好了吗，老师们？开始唱了，就直接就开始。老师们的手机准备好了吗？那你得过来呀。站在这儿。哥，你是不是有两句想说？我肯定是呀，你是吃东西，口香糖，饿了，不好意思啊。纸巾吗？给老师一张纸巾，纸巾有吗？谢谢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你有吗？看我们办公室都有。哎，还需要一张，来，还需要一张啊。对不起，我是贪吃的。又比一个，那个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新浪，新浪微博。新浪戏剧，然后给我们提供为我们在远方音乐剧能够扫楼的这样的一个机会，这么好的平台，真的是很感谢。也希望大家多多帮我们做宣传，因为中国音乐剧，很不容易。当然，感谢微博为我们音乐剧做的这些是啊宣传，是的。但是我们只要足够努力，一定能够把中国音乐原创音乐剧做好。只要足够努力，对，足够努力，知道吗？好的，来，咱俩同步一遍啊！来，百气，足够努力。再来一遍，总有一天，你大爷的！你也可以画一块。你试试吧，我没有。好可爱，这个签名好瘦，好，这好有点尖，哦。